教学相长在老师间也适用。新加坡慈济大爱幼教中心的老师到大马槟城教育观摩。来之前呢，我是希望能够观摩在马来西亚的慈济他们做了些什么，后来呢才知道原来槟城呢他们已经开始在跑这个角落教学，就很期待想看一下槟城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们新加坡大爱幼教中心刚刚三年而已嘛，然后我们的老师其实本身对这个慈济教育理念有点似懂非懂的感觉，所以到别的中心去看看，然后呢让他们真正的比较能够深入的了解，希望他们能够把我们的慈济人文呢和他们的课堂上的教学融合在一起，共享教学的实战经验，用心在细节。老师们的用心可以在那个教材方面啊，那个班级经营方面都看得到，好像那个 statistic 不可以太长也不可以太短，他有考量到孩子的那个安全，如果孩子在玩的时候不小心跌倒，他们也不会刺伤，所以我觉得老师们的用心让我很感动哦，就很简单很简单的教材，但是老师的用心真的是看得出来。我最喜欢的那一句话就是说呢，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还没有找到最好的方法的老师。其实我也是希望说老师们以真诚的爱呢来爱护我们这些小小的幼苗。提升亲生师三者间的互动，育才之路永远都在学习。大爱新闻刘志渊、洪慧平、陈瑞文马来西亚报道。